星黄宏轩，还有豆豆孙清月，欢迎。OK， 我们今天要玩好久没有玩的阿瓦隆，然后现在讲一下我们的阵营哦。好人阵营呢有三个忠臣，跟一个派西维尔跟梅林。那坏人阵营摩甘娜、刺客跟爪牙。那现在讲一下他们牙爪牙，特别做功课。OK， 爪牙 ，Yes， 所以我 labor。OK， 好，梅林的功能就是他可以知道现场所有的好人坏人的身份这样子，但不知道哪一个是谁啦，他只知道好人坏人这样子。那派西维尔呢，晚上他可以睁眼，就是会看到两个竖起大拇指的人，没错，一个是梅林，一个是摩甘娜，但他不知道哪边是好，哪边是坏，所以他在过程中呢，去听大家的讲话，来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好人，帮那个梅林玩这样子。那摩甘娜呢，就是因为他是有被派西维尔看到一个其中的大拇指，所以是他就是要混淆这个派西维尔，让派西维尔觉得他才是梅林这样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角色是湖中女神，湖中女神在第二回合开始才会有开始起作用，她的作用是她可以查验一个人的真实的阵营的好坏是什么，就是说，哦，我要查豆豆，所以他就一定得告诉我他的好坏。但是因为湖中女神也有可能是坏人阵营的，所以他也可以乱报，好不好？从第二轮开始，他有这个湖中女神的角色。但最后呢，坏人，因为我们哦，那是换你讲，对，差点全部都给他讲完。一次都讲完，讲完蛮顺的，就是啊，对对对，湖中女神，但是这样角色的部分。OK， 好的，那要怎么玩呢？就是等一下呢，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一切之后呢，我们呢就会先选一个领袖，然后领袖的下一家就是湖中女神。但是我们这场已经先决定好了，你就是领袖，我是领袖，就是湖中女神。Okay， 然后湖中女神呢，你刚刚讲过在二三四才可以就是确认开始开始执行，对。然后呢，总共有五站嘛，然后特别要注意。是第四站，第四站呢要有两张坏人卡才算失败哦。那其他的呢，就是一张失败就是失败了。然后呢，总共是五站，快要不要讲啊？我会觉得很顺，来继续吧。总共是五战三胜，输的那一方就要喝苦茶。没错，没错。好的，好，那现在就是直接确认角色身份，对不对？好，眯一下，眯一下。OK， 我们把一只手举在胸前，石头胸前，先举好石头胸前。天黑请闭眼。坏人们请睁眼，确认彼此身份。坏人们请闭眼。天亮请睁眼。好，先派三个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派人的时候纯派哦，纯派。好，纯派。哇！哎，干嘛啊？好啊，那就女人天地啊。女人天地，女人天地。哎，我可以派我自己了，对。一定要啊，论自己啊。好啊，我派好了，请讨论。好。我觉得普信坏人，为什么？他看起来就坏坏的，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坏坏的，破音怎么样？我再补充一下哦，因为我们今天有八个人，所以只要有四个人是叉叉，这个任务就是失败。Okay， 对，好的。没有，就是没有，就换下一个，就换下一个。他刚刚一决定要派谁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子。我先吞口水，然后，我这样，你看那么细啊，我明明就很顺畅。等一下，是不是有点尴尬？对对对，这样好不好？都蛮顺畅的，他指甲很美哎。对啊，很美哎，是这样子的。小牛仔，你看啊，他如果现在他今天是好人的话，他会说孙清月你才是坏人，可他没有，他只是在否定说。我怎么知道你是好还是坏？心态面，所以我觉得你对孙清月反而觉得，那你刚刚干嘛一直在笑？很强，我反而觉得他攻击性很强，会不会偏好？是，没有，那给孙清月。没有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觉得第一局所有人应该都会藏起来，所以其实都没差。不一定，不一定哦。有那个爪牙，爪牙，爪牙，爪牙就。那如果有出来的话，那就这三个抓一个就好啦。对啊，真的是好。如果真的有，就真攻击补星啊。对啊。你好像蛮好的，对啊，一二，我很好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们天地。如果任务没有过，豆豆也有机会是坏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有说，就是他如果当坏人，他就冲到就冲。好，那如果有一个坏人就是豆豆。
我是坏人吗？那你很会赢啊！我不是，我哪会赢啊？没关系，等下我湖中女神查你们的底。OK 啊，对对对，胡查胡查啦，胡查。那去，我不变我的派出，派出。那虎豆跟你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三二一。有，一定有坏人。孙俊烨，第一选拿到了，坏人就是抓到了，不是因为偷 NBA， 因为没有人要，没有人要叉叉，两个坏人抓到了，一个叉叉而已哦，不是啊，怎么会同意啊？你自发的，你是可以同意的，我以为大家会有一点拒绝，你们要的牌给我，好，给你，给你，真的是好人，你们，好，我洗一下，好。黄伟倩，我也期待哦。好了，来了，我们就一个一个翻过来，一个翻。好来，成功，耶！成功，耶！成功，哇！好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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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人。为什么有人在场？他们三个就是好人。好人，好人，不要抢，不要抢。不是，我们是第一轮，有什么好人下路？没有下了他。湖中女神，所以领袖换领袖了，那就这三个人，那就再选一下我啊，好人好人，领袖是这个，你感觉还 OK？ 好，那你派四个，我派好了，谁加我？好，原班人马，原班人马加我，好，如果失败，那就是验你，就我，就我，好，就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有不用验我啊，如果失败就是我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哎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压力耶，也可能是你压力在场啊。第一轮大家都会，我觉得大概率场比较高。刚刚那一轮，我也觉得七个圈呢。哦，不是，我觉得有圈是因为第一轮根本没有什么，不一定，没有，就是因为要差才合理呀。哦，你是不是都没什么意见？我没什么意见，我没意见，没差。如果有叉，我就验成零九这样子，因为他是新加入的人，对，对。然后如果他是好人，我们就三个去抓，好，好，来，好，效率，好，三二一，同不同意？你又同意，同意啊，同意啊，你又来了，这我也过不了啊，口是心非，你要表明自己的立场，表明自己，好善变哦，哎，怎么又？好想查，你怎么下去别人自己在同意？因为我在里面，我是好人，他是假死的，给谁？给那个 line， 好，来，确定的给我。谁在？确定的，来，那另外一张给我，我试一下。不会这样一路到底都过吗？如果这个又过，这个已经出来了，又过了，这个任务就结束了。好，来喽。哦呀！是你，我在场了。有在场吗？抓到的是豆豆了。跟你讲，一定是纪普星跟豆豆了。一定是两个其中一个。一定是两个其中一个。那你验纪普星跟豆豆。所以你看第一轮验到好人。对。不会是零九这么主力。他要验到好人。没有，主要是要验到好人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湖中女人验到好人之后，他接下来的话才是诚实的。可是他也不一定是好人，他也不一定。对，我有可能是坏人。好，你这样讲的就很有可能是好人。我觉得不，那我们怎么查都验随便。好，我就先验一个，然后验一个，那你要验谁？你们最怀疑谁？豆豆最怀疑谁就不要验了。是豆豆，没有。可是我怕，我觉得我要验一个怀疑的人。没有，你要验好人。那个对，要验，因为那个验会不要让人非常不好了。对，那谁好？你验我。我是好人。那留在我，你验零九。那你不要验我。零九后我。你他也可以，他随便你。为什么他也可以？因为我是好人啊。我觉得你很好。我等一下可以，我等一下可以真的查到一个你们。可是问题是给你之后，下一个要给你们，是不是不敢到这边？没有，不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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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，我刚刚说我是派西维尔，我刚刚就是在想我要不要跳，他可以这样子跳的，是你这样跳，派西维尔啊，所以我才在想说，你们如果要验我很浪费，因为我应该可以跳吧，我是派西，所以我一定要在里面，你们带有任务就一定要出。然后我以为他下一句要讲说，我跟你讲，我看到两个举大拇指。哎，那你是不是可以？我是真的有看，那我当然不会跟你讲。那不能讲，讲不讲？对啊，你要气死你了。对啊，他是你啊，豆豆，他是坏人，豆豆是坏人。好，那我不验豆豆，他是坏人。那我就验。为什么豆豆突然变坏人？对啊，刚刚讲那个逻辑完全不对，他只是不知道而已。我刚每天都没有，豆豆很会玩阿瓦隆，他不。Oh my god。冲刚到底，我不可能冲啊！你冲啊！你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我第一站就出去，我好到不行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豆豆如果是坏人，我就不验他。我坏人，我第一站我是说你是拍新闻，然后我就验他，那我就验陈零九。如果他好，就我们三个就锁定。好，那我验陈零九。你验陈零九。好，那我要给真实的，对，真实的好吗？是好。那我要打开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你看，你不能说，然后还给我。然后你可以来，好，我要讲了，他是怎样讲？他是坏人。我是坏人，我是坏人。哇，什么意思？要直接跳了？有这种，我已经出失败了，我还怕你？哦，闪屁呀！笑啊！我已经得分了。那这样子意思就是说豆豆有可能不是？辛苦你了。他有可能啊。哎，不是，他如果你坏人，如果你是坏人，就会说他是好人。坏人，那你是好人。我是好人呢？坏人是坏人，骗到了一个茶叶，你说他是好人呢？孙静月，你豆豆是好人。我都还没出牌。罗点三郎、洪轩、严修跟林九，洪轩都不讲话。我觉得是点完了，点完了，点完了。严修，这样豆豆有可能是好人，因为这样他们没有 say 好啊，可能出了两坏了。对对对。我现在抓美女，要小心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牌有一个蓝色的魔法球，什么意思？有胡子，上面写梅林。好，我的也有。请派，你派新威尔，你干嘛？所以派四个人，那就派这个一定是好人，这两个。然后小赖非常大概率是好人，因为他没必要去点零九的身份。所以我这三个确定，接下来就看豆豆跟伟静。好，你先派来，豆豆你要派谁？这个我这样讲，讲说到底要谁？请讲出四个名字。我派伟静好了。好，伟静一定要派。那就是孙清月、伟静。我跟普星，好，豆豆的盾牌拿来，我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行，好，开始讨论，不要，为什么？不要是坏人，不是因为我是好人，刚刚那个再一次要给豆豆啊，一，快豆豆啦，孙清月哪有这样的？刚刚那个那么稳，验出坏人，不给豆豆，豆豆，豆豆，孙清月很像狼，很像坏人，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我觉得你还蛮好的耶，为什么我好像好？因为我很阳光。啊！你很阳光，那你个性啊还是？个性个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豆豆换来就不同意了？因为我是好人接好，然后他是派我，所以很奇怪。对，是因为现在孙清月有派。因为不是，他没有自己是坏人，他派谁没关系啊。不是，因为我在想说，零九会不会再帮一个人在长生洞？有可能。零九比较高端，有可能。那么他已经在找那个。没有，因为好，你一定是铁好，对嘛？不是，现在我确定就是我不知道要派伟静还派豆豆，要不然你给你决定好不好？因为你确，我觉得给你决定，你给你派系，因为他是最好的，你是最好的，那派系决定。要派除了就是我们三个之外，你认为伟静好还是豆豆好？因为二选一。哎，我有个问题，我觉得伟静蛮好的，派伟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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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那我选伟静好了，我知道啦，我们等一下看陈林九举牌就好啦。洛洛他叉叉代表，他会打反反逻辑啊。好，我也可能打反逻辑。就是因为你真的很，如果他叉叉花代表就是狼，他想让狼。不要那种反，他就是抓美玲了。抓美玲，抓美玲。OK， 好吧。怎样？就是确定，所以现在确定是谁？现在就是孙静月、伟静，我跟普星。好，决定他这个不要换。你们到底要怎样啦？所以我现在有预测。没有，没有。如果叉叉的话，就换他派。就是有输就派西伟背锅嘛，就是这件事。是我背锅。没有，没过半的话就换豆豆派啊。哎，来换我派。好，三二一，不要。哎，三个不要。谢谢谢谢。坏人玩错，坏人玩错了，坏人玩错了。坏人，坏人，坏人，坏人。哪是啊？是我觉得这个。哎，那还有三个人，坏人，坏人，坏人，你的，我同意哦，完了，这一场玩疯了，你是好人，是好人，吉普你的，好，完了，我没有发错牌吧？那牌给我，给你，这场玩疯了，这是要的，不要的也给我，不要的，不要的，再走为零了吗？我是好人啊，你看这个会过，真的是姓普，你姓普哦，来，我姓纪，对不起，我觉得不可能，我觉得应该破了。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！耶！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成功了！有人在场，那你胜利啊！那这个。
那也抓到了，要加个研修，这样过不了了。加我，加我，这边要两张，对啊，那就加研修啊。来，豆豆，豆豆，什么意思啊？豆豆。我你敢派？我要派虎鲸。他是不是要虎鲸要查？哦，对对对，好，他要查谁？坏人很强哎，他都承认他是坏人了，他直接查。你查我，我查豆豆。好，哎呀，对。为什么？你是好人就给他，只能给真的哦。坏人就给他，好人给真的。可是只能给真的，只能给真的，给报假的。那另外一张还我，当好人。好吧，那你讲，这样。你是坏人，你是坏人，你是坏人，你是坏人。我不说，可以不说。他直接讲实话，他是坏人。如果要说没有，他坏人，没有，他可以骗人。他对啊，骗人嘴说是好。我是不能给假的，但是他一定要。他已经坏人，他报警，他报警跟明星。女生可以不说是？可以啊，因为他是坏人，所以他说什么都不会信。对啊，所以这都是好人呢。我说你很逆反。我就说我的朋友是坏人。坏人，坏人。零九，如果豆豆是好人的话，没有，我想想一下怎么讲。没有，零九是好，你说零九是坏人，他说好话，我们都不会理他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其他干脆不要讲了，就没差。对对对，我们就给豆豆派来。派普星，你要派五个，我要派五个，五个。我要派普星，我小赖。好。然后，哇，还要两个。伟静啊，伟静，还有四个过关的好人，我是两个过关，他们三个是坏人啦。我是好人。坏人要吃到两张哦，所以今天零九号牌是坏人，坏人要两张，不是。等一下，我再跟你们讲，如果坏人的话，这边就会出了，就红色就过了啊。我跟你说，坏人很高干，可是没有啊，这个是最好，一定是有对啊，这边一定要出坏的，一定要说这个坏人在吃顽皮啊。坏人一定是觉得说零九会找出来，对，然后坏人又给他勾下去，真的。就是孙俊一定是认到他大哥里面方的人，他不知道怎么派，他不知道怎么派五个人嘞。好吧，你我们就四个加你啊。哦，队长先派完再讨论，我们先派，先闭嘴。一二三四，那还要多一个啊。我，你只派三个而已啊。哎，你有派到他吗？有啊，他在我。那你先派完，我们再讨论。冯延修啦，还有伟啊，还有你，不要。王伟静是跟我有可能是。好，他派完了，豆豆、孙庆月、小赖、普星、龚延修 ，OK， 完全不行哎，完全不行。不是你一定要把它塞进去啊？没有，可是因为这边要出两张，所以还好。他有可能藏。他是好，你是好，你是好，你就要在里面。我觉得不行，你自己要在里面。五个是一半了。哦，因为龚延修有可能是坏人，因为他没有被查过。我是好人啊。他要举好人。他刚玩错，他刚玩错。你要看刚刚的表情。我刚玩错，我是好人。他有可能玩错，没有你是不是好？我是好，那你就一定要在里面。没有，可是我觉得这边五个里面只有一个坏，你懂意思吗？那被赢不了，不然我刚只有龚延修可能是那个坏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吗？所以黄伟晋，你的狼坑是零九延修跟就是你陈零九黄轩，然后融一个龚延修。那我是好人。那就这样，那就是他们三个，你就是坏人。可是两个是好人，我们刚刚四个出成功，好不？我们是，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啊，我们就不同意。反正如果你们认豆豆是一个的话，那我就没有同意啊。我是这个坏人要赢，要三个大失败才赢，对对对，就是五战三胜，两个哦，要两个，要没有，这要两个失败，所以两个红色，一个坏人在里面没关系。这个红色的要三个啊。不然就我们四个，我们加一个延修。对啊，对对啊，就是豆豆不要在里面。我还不在里面，我是坏的。反正现在就是豆豆他出任务，我们全部不同意就对了。对，因为我是延修，延修延修应该是好人。然后给他看，看广元秀怎么派。因为你是坏人，因为你就是坏人呗。我是好人。好啦，你是坏人。我跟你出那么多趟任务，你现在不给我？对啊，因为你是大狗，你是大狗，我那是大狗。成这样哦，我觉得你就是狗，因为你玩这个，你是每次到有要换吗？你要换吗？派人不换，他派谁？那我们就是你我庆月豆豆也中，我同意，一定会过。在我眼里你们都是好，那你就举，那你就举牌就好了，讲这么多。我延修跟庆月不行，可以，你再给我二一，不行，一哦四叉哎四叉，你看他们，我就说他们三个是坏人，又骗我们三个了。我已经想了，我同意的点是因为这也要两张，我没查。你派，那换你派，那你要查，还没查，需要出任务。豆豆先查，没有没有，出任务我查，出任务查查。好，要你派，你派我，派我，你要么就派我，派我，二三，派伟，
喂，四，然后孙清月，还有我啦。不行，有孙清月。对，这就是嘴，我就是杀了，不要讲他。没有你来，我们票够。好，OK。我真的是好人，不是坏人，这边一定会出来。我们刚圈就是你看他们坏那么久，就是不知道在想要怎么办呢？那我换孙啊。加你嘛，对，好，进行讨论。好，好，然后湖中女神可以验人。没有，我先出完，先出完，出完了我才可以验。出完，很想验。好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就这样吧。好，就先这样吧。不讨论了，这样好了，很好了，就只能这样了。OK， 想换吗？不行不行。好，反正就测他的眼神，如果是过，那也就一个好人啊。好，对，然后一个失败 ，OK， 一个失败，他就是自己不要康，他就是不要康，然后他们就输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三二一，不行。啊，三步，他就你们三个是坏没？你就没了那么简单呐。要两个坏哦。好，你还不是踩？成功，因为你是坏。成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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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坏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就是掉到，这就是坏人先逃生，还是狗人先玩错？好人暂时获胜，坏人已经讨论，只能刺对。坏人是谁？玩错，少谁？他玩错，因为我觉得我，感觉你是坏人啊，还有你，坏人先生放在这边，你是干哪？放在脸旁，看谁是坏人？哎，你是好人，你是好人，你又更像好人，快点掉，又该来，快点翻牌啊！09，他们要刺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觉得他想了，你觉得？我就是孙清月啊，我觉得是孙清月，是孙清月了吧？我觉得孙清月，还有出。不可能是他们，那个已经没了吧？除非小赖演的，黄浩轩也不像，除非是小赖演的，韦静也很不像。就小赖跟孙吧，可是看起来是孙比较像。是啊，我觉得啦，对。好，那挺。好，请问你们要让爪牙刺向谁？刺客不是刺客，孙庆月。请问你们要让刺客刺向谁？孙庆月。那请孙庆月把牌举到脸旁边，三二一。哎呦，亚瑟的亚瑟！讲出来的，我怎么可能讲？你说我看我们两个，输到最输，先输。OK， 好啦，那没错，好了，获胜，好的，那我们的坏人要进行苦茶的惩罚，来，干杯。对，好的，请确认角色身份。OK， 请把手举在胸前。天黑请闭眼，天亮请睁眼。请孙俊月举派三个人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，孙俊月！哇哇哇哇！那你看到谁？我会讲。给我。啊！完全要给。我觉得进度太快。我觉得要给我。前阵子做一个梦，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出任务不错。我觉得他要出一个成功。我要是湖中女神，我觉得你不错。那他不错，不然你给我们两个，然后你不要这样。我要，我给你。不要，我不要给你。那我瞬间好奇怪，你不要给我，我换西伟了。好，悍跳。我觉得他不错。你悍跳，因为。是这样哦，不要乱操作，不要乱出来。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玩的。不是我派西维尔吗？好笑，这样，因为你看哦，所以我知道他一定是坏人。那09他不会再认为说他已经塞一个坏人的情况下，他还要塞自己，
所以我觉得他是好人。哎呦，这个这个，那你们两个都不要在里面。好，那你们都出去。我们不确定你们谁是白痴。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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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两个，给我，他们两个一定是出席，算二出一，给我。你跟我讲你想要坏谁？你觉得谁是？没有，那就你们，因为他一定是坏人。你觉得他是坏人，那就我们两个加他。好，好，加他吗？那么我也是好人。这是这游戏第一次和这个，所以如果你们三个有坏，那他我的例子有没有我是坏？坏人对我们两个啊，你看起来蛮好的。我是懂，但他刚刚讲零九是拉拢，我确定我派西啊，然后我觉得他对，到底有几个坏人？哎，我是没理。我们这红地开，我跟你们讲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是派西，我是，反正没有我。那我怎么样讲话？好，来，请说，你说。说我是派西文，然后呢，他是悍跳，然后我在想，为什么他你们一定要认到我的原因，是因为呢，正常的派西文好人一定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人跳派西文有可能是梅林去玩这个操作，就是刚刚之前我们有讨论过的，所以呢，他是一个悍跳，他没那个思考量，好，我抓到抓到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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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一定会不会立刻来跟我悍跳，他的思考上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有可能是梅林在挡。或者是梅林穿身份嘛之类的，没有啊，我派西威尔，我已经知道梅林跟摩根是哪两个角色啊，然后因为你是那两个角色的那个以外的人啊，所以你一定是坏人啊，就是对我而言你一定是坏人。你刚刚是聊爆吗？聊那个角色以外的人，所以他就是派西威尔啊，我就是派西威尔，我派西威尔看得到摩根，他说他看到摩根娜，跟梅林举大拇指啊，然后你是那两个大拇指以外的人啊，所以你一定是坏人啊。你的思考量就不是派西威尔了，我的思考量才是派西威尔吧？好，没关系，你们两个出来。好了好了，下一个派，下一个派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干嘛？不想拉出来。有谁先？恩怨我直接先打他。我们三个，小赖，不行不行。你们恩怨我孙庆月，好来好来，三二一，我举个我举个圈好了。没过没过没没过没过，两个好奇怪，互跳互跳是会没过。等一下哦，那换我了。你举什么？我举圈啊。我也举圈啊，小赖，我擦，看我拍，谁举圈？我觉得小赖只有你，只有你们两个，你也举叉，没有，有四个圈啊，我举叉，四个圈，四个叉，啊，先派先派再讨论，不然是好，我是好人，先派，好，我给研修 ，yes， 你给谁了？我给研修，研修，还有谁？我跟零九跟研修，对，好，请讨论，研修你是刚给叉的对不对？我刚给叉，我也给叉耶。因为我觉得你这个豆豆好，这个我好像可以接受。他们俩一定有一个一好一坏，对，确定，确定，这个我们两个都不派啊，就他们两个都是往后放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可他们两个可以用湖中女生来擦。对，因为我验他嘛，那你湖中女生要呗要呗，他如果是好的话，他等下验的就可以。你验我就好。对耶。然后他们听两个，如果他是好人，那他就是派西威尔；那如果他是好人，他就派西威尔，这样。那如果他是狼，你们怎么知道谁是对？就啊，我就想验那个，我想去验他。对啊，可以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吧？可以，好，我可以理解了，可以理解了。因为我现在要让他的那个查验听起来比较像真的，好，就是要让他出任务嘛。好，好，那就三二一，先去排。两不同，来五同，谁不同？来出任务，好。孙庆不同，孙庆跟季普不同，孙庆不同。谁？我。孙庆 why 为什么不同？因为孙庆跟季普是坏人。孙庆不同。孙庆你为什么不同？那他是坏人，那为什么你要？等下等下，我是好人，我不在里面。等一下湖中女神验就知道了。他不要的。孙庆，你告诉我。帮你讲话来。湖中女神验。我就是要信你啊。这位派西，我在帮你讲话哎。你抓到了。刚刚是谁发的？来，他，哎，够零九，对不对？小我是好人 ，OK， 我是好人，我现在已经要被栽赃了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是好人，就是你害了富豪，你是坏人，好人，我是好人，零九应该是好人，零九没有错，好，那没关系，你们可以来验我，其他的是普星跟孙信月，就我啊，就你们两个，你要不要先知道谁是真派西威尔啊？还不行，要这个任务出来，好啊，你出，我们三个有一个坏人，你出完验我，我这里是好人，我清白。先移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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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移除
谢谢。为什么？你要先这样嘛，先讨论嘛，先讨论讨论。你们俩不能这样给，因为什么？你是给全新的。因为这两个有一个，对。然后我们有一个，你们三个一定有一个。不想必死。对啊，这样不行。你等等等等等等。但是我他这个超好，先放着，先讨论。好哎，他好哎。那我跟你，我先确认。普星跟黄璇那边，我再翻。我是好人呢。你们就其中有一个坏哎，对，我觉得他蛮好，所以我们两个有个坏，你们两个出一坏，他们两个都出一坏，那他们两个我是好人，他们两个一定要出一坏。好，那你要我出一坏，为什么要害我呢？他可以把你可以觉得我是坏人，在这我没有觉得你就是坏人，我不是坏人啊，你要不要先栽赃我？分一下小赖跟严泉，没关系，我要湖中女神给我一个清白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孙庆月，那为什么不两个派系大家判断谁是真的？我是真的，没有，那就给湖中女神猜。因为下一回湖中女神，因为怎么派都会出一个，你也不知道谁是谁。我先讲一下这个假派系的思考量完全是错的啊！他刚刚说，你讲，他刚说为什么我不会把他当成梅林？因为我刚他一跳的时候，我也在想说他是不是梅林。可是你一想就想说，晚上已经看到了两个大拇指，不是有他那。不可能会有其他两个小兵去跳这个派系位，所以他一定是那个坏人呢。我听得到。完了，这一次的蓝好像很强哦。我们可以对不对？回顾 VCR， 所以他去讲这个的东西，就是他不是派系位的思考量，所以他就不是派系位了。哦。孙先发言，他刚有问我说为什么他跳派系位，我不会觉得他是梅林，因为我是派系位，我晚上已经看得到两个梅林，梅林跟两个梅林，两个梅林，那他就不是那两个的里包含在里面哦，所以他一定是哦，所以你不会觉得他是梅林吗？因为他没有举大拇指，他没有举大拇指，而且他也不可能是两个小兵啊，他跳派系位没有意义啊。但会不会你也有可能在说谎说你没有看到？那为什么他一开始要跳？而且我，所以他是坏人啊，他不会是那个好人的忠诚来跳吗？不太可能吧？会有这样？应该不会。不太，说不定真的派系还没跳。会不会是你违禁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是。我的意思说，你有可能，你有可能用你的视角，你是坏人。你刚说我第一天看到你是坏人，可是我们大家从我马上就是看到两个人，我有什么好要在那边？他先讲了一个错误的逻辑啊。所以他打了一个错不是派西威尔的视角的逻辑来打我啊！我就给湖中女神验最快，还是你给一个就是妍修跟豆豆还有我跟你，我们四个，那时候除掉那一定我就直接抓，你就直接抓好，你就直接抓出名的，因为我是好，我不在里面哎。对，你就是那个外里面，你们就是那个外面的要给。啊，如果这次要一个给了好的票，对啊，就撤啊！不，我一定投，只要豆豆我一定投差，一定不会过。因为你现在我们得从我们三个人里面选，啊，因为这两个是50-50嘛，那我们三个里面就是变成说你三个要选两个，嗯，哦，其实我们三个跟你们三个几率是一样的，嗯，如果你觉得我是好人的话，那就是从这两个人选一个，对，然后你自己进去的话，然后你就看你要从这两个选还是从这两个选，啊。你懂吗？我跟你，然后小愛好，你现在觉得我是好人的吧？对，对吧？那就剩这两个50%50%有一个吧，对吧？对，对吧？对，如果他好，这两个一定要出一个，因为刚刚有一个失败，那这两个出一个，那你是好人，就这两个出一个，对啊。对啊，嗯，那你还是都是50-50，你就是三缺法。我现在就是觉得纪普星比较好，是因为刚刚那一轮他举叉，对，那我也举叉。你是为了要，你现在选谁要选汪里？说不定你是倒钩狼。我觉得他比较像好人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的这个操作就是说我是一个很烂的徒使，反正我去换一个派系就好了。对，你懂吗？就是反正我跟他绑票，反正我觉得有可能。不是，你要想说，我如果是好人，那你为什么刚一开始不跳？不是，你看哦，他今天的那个面向是这样，如果今天是坏人，派系已经跳出来了，那我就说好，那我给派系给你，然后我自己冲锋就好了，我不用再跳一个派系啊。我可以隐藏身份，而且还可以找到你。可是你跟我是不同队啊！对啊，对啊，我可以。那你等下查谁？查我。我会看结果啊，就是你没有给完之后，等于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这样派的话，如果等下有失败卡，我的黄轩的到豆豆那边没有。如果你这个失败卡，那他就湖中女神可以就定验他可能是坏，他可能是好，他可以再验我或者是验修其中一个，是这样意思吧？那你看结果出来，你可以不一定去验他们两个。因为如果结果是好，就不用验他了嘛，他就是。我觉得以票型，我觉得以票型来讲，这个出去有给差的是庆月跟普星嘛。嗯。对，那普星是好的几率就会高一些啊。嗯。对吧？因为他不同意这个组合出去。嗯，会是。对。不管基于他是一个好人的立场，或者是我们甚至说他是一个梅林的角色，他是会举差嘛。那我给黄宏轩的，我换给豆豆。黄轩的，我要给豆豆。这样就可以撤我了吗？我09豆豆普星，
对，然后如果出失败的话，我就得从但是我们四个人是好的原因，可是要有一个场外的好人去同意。你是不是？马上认了，我也是好人。我觉得普星是好人，我最同意啊。我觉得普星是好人，同意。我觉得普星是好人。我觉得。他很心不甘情不愿的说，那我觉得你们容易是不是代表这里面有坏人啊？是啊，至少要看结果。第二局要看结果。好，来，我同意啊，三二一。哎，小赖，两不同哎，我不同意啊。我同意，我虽然没有很完整的。谁不同意？你也不同。生气的你，不是有没有？你刚刚变这样。有痘痘就一定不会过。没有，因为外之外好人，我是好人，所以你们没有选到。哦，你的视角哦，他们视角是对的。对，他视角不是你们没有，我是好人啊，所以没有选我就不会。这是你要的。给谁？给我，给我。这是普要的。好，不要的。好，这是普要的。不要要的吗？要的。好，这是不要的吗？不要的。好，我试一下。不要的。不同意，好，来了，不同意，第三张，一个，说不定还两张，一个不同意，刚刚是有你对不对？我叉叉，刚刚没有我，我刚刚没有你，所以我是举叉的，不同意，对，两个举叉了吗？那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普豆零九，你查我真的。真的，好怕你直接想，你们直接定他，你直接定他，真的是定他，直接 shock， 好累，你定他或定他，直接定他，如果是定了，那豆豆就确定了，要不然你定豆豆啊，你定豆豆，你是因为太奇怪，你定他的话超级奇怪，不奇怪，我等下跟你讲，太奇怪，你定豆豆，我定不定的话，我会觉得你小康这样，我很怪，你定他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豆豆出来，我们就知道刚刚的任务，豆豆可能是唯一出那坏的，不是吗？哦。哎，当然了，好亮吧，好亮。对，因为我没有 double 到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但我的意思说定的时候，好吧，那我你们想我定他是不是？就二选一都可以。你定他，他是好人，他抓律好人，然后没有，是我们三个，不可能，我也是好。我你孙吗？你定我是好，你定我定他，我定他，我定好人再出来哎。他如果好，豆豆就坏了，那这个就是豆豆出的，对，然后其他三个就很好。对，我跟普星跟零九就是道具好，他是好人，麦克，真的太虚伪了，抓到了，啊，豆豆是假票哦，哎，怎么真的？我说是零九跟孙七月，为什么不以为意啊？零九，你要为什么？你要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我因为我刚醒豆豆，他报孙七月是没有，他报我是好啊。零九，可是零九蛮零九不会这样玩，零九是好的，零九是好的，所以我没有他在打操作的时候，零九就很清楚，太清楚了，不可以查一下。他在打操作，要不然你是小兵会这样玩吗？所以你派了吗？好，什么意思啊？换普星啊，换普，那他就是坏人啊。所以我要不是正派星啊，这个是不要。没有，你是好人小兵，你就说你是好人小兵啊。谁？我们要打操作。等一下，先派再讨论，先派再讨论。我可以派四个，好，派我。所以是，我想一下，我是好人，好人。所以孙是好，那我先派孙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三个绑一起，先派再讨论。对不起，孙，那个皇冠在哪？盾牌，孙，然后再一个。然后我自己也要啊，还有一个。然后那个零九，零九你拿那个，我们先讨论，输了就没了。好，就先这样。我想一下，这样子可以讨论了。我你好，你验他好，我好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不给我呀？我觉得他是好，没有，我觉得现在就是研修跟你觉得研修小赖就选一个，他们一定二分之一。我不同意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是我没礼貌让我们出任务很奇怪。谁没礼吗？因为没礼是可以举不同意的啊，可是这些都大部分都是梅林让我们出去的，你懂吗？梅林在演吧。哦，梅林要输了，梅林要演，还要演，要演输了。对啊，梅林要输了，也太深了。抓到了，原来是梅林在搞鬼。哦，那不就很好？我想一下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也不太知道梅林是谁。老师叫我分不太清。OK， 那我跟你讲。我们就用理性的方式讨论出来。哎，换脸抓不到，换脸。我以前抓很深哎，我不是梅林。梅林也太低调了吧？梅林是好学吗？我不是梅林哦，低调到不行。跟刺客对话一下，不要乱刺哦。刺客，我真的是好人。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。到底有谁会说我是坏人？我觉得可以给小赖吧。没有，你要想，不行，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想，如果刚刚这个位置我还举叉，如果我今天是坏人，豆豆是坏人的话，我就举圈就好，我让他出任务就好。知道零九的身份。我是举叉的，我是不同意这个任务的。如果我今天是好人，我就举圈。我懂，可是问题是我是坏人的话，我有必要让一个湖中女神做任何决定？
and 刚刚的那个局出了一个坏人，那不就是豆豆高君玉你又验出来了？那我哎，我觉得你拔掉这两个，从这三个人选好不好？好啊，你从因为这两是50-50嘛，可是他们三个人的几率的话，至少有几率比较高一点。对不起，哎，什么意思？这话不行，要被怂恿了。好，因为我他拍这样，我觉得一直投，一直投差，我觉得。我是好妹，我真的确定。刚才有个投谁？投小赖。我觉得普。我是差，我刚刚是投差哦。好来。那你选择坏。什么意思？不用改，你不改吗？普林九。不知道，我听他的。强制局会在你这边。现在是谁？二三四，在我这个投出来。好，我也觉得可以。我裸点普林九豆。确定不改哦。普林九豆。那你裸点很烂。普九豆。我裸点，没办法，我裸点普林九豆。好来，我裸点零九豆，零九豆，三二，点零九太夸张了吧？啊，你们要同意，那死定了，有坏人在里面。普林九豆同意了，过了，过了，你投什么？那就过了，因为我好人啊，过了。哎，那坏人在里面，那就过了啊。哎，没有啊。三个坏人，谁叫你们？三个坏人都说不同意啊！输人啦！怎么三个坏人都说不同意？谁叫你们要这样看呢？我已经说普林九豆，现在因为这一局应该都是好人。梅林，你在看？我爸爸梅林在玩什么？三个坏人都说不同意，我太浅了。普林九豆，我觉得错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啦？这一局，我跟你讲啊，梅林要背锅，母羊做的玩错了啦。我觉得输了，我觉得输了。给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梅林是谁。梅林，你就是，你就是狼嘛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一局应该是好人，好人会过，应该过吧？应该好人啊，应该好人过，因为三个坏人都举。你们在讲，我汗掉了。讲哦。对啊，输了输了输了，我为什么玩错啊？我应该举叉，我应该举叉，我已经是梅林的，我是梅林啊。明显了，我不可能再来说。哎，不行，我超不想，我怎么可能？我刚信你，我怎么能没？什么意思？谁是狼？没有，我出错了。你要举谁跟我？他举叉。狼人，我们。他们两个。可是没有，他很像梅林啊，因为你不像，然后你也底跳了嘛。我是我跟谁举手啊？然后普星也不。哦，我跟你。普星刚刚直接说，我这是忠诚啊。对啊。啊，好沉！梅林也可以这样说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是坏人获胜喽！耶！好了，好人请喝苦茶。哎，我这完全包红。第一轮抽红好像很有用。对啊，好的，这一局就是坏人获胜，那好人请喝苦茶。身体健康。好好笑。太好。好的，桌游研究社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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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吗？快点！头很晕。